他亲我。他的腿为什么要这样趴着？等，就重两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俊熙 Roy， 我有一个新奇的想法。因为我自己本人特别喜欢狗狗啊这些东西，所以今天就抽出时间来找了一家这样的一个咖啡厅，然后里边有很多可爱的狗狗们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录一下。哇，主人放倒，他不想来。握手。我吃完吃了就走了，好过分！他连握都不让我摸。哈哈，打滚。宝贝，坐。别走神，躺那儿。好看吗？躺那儿，这样的，躺那儿。玩的好快乐。他的腿为什么要这样趴着？好像很舒服。你还会找镜头呢。好优秀啊，优秀的狗。这儿呢。优秀的宝贝。快，这个靠着我。他叫什么？咖啡豆。啊，你好胖啊，你吃了多少？你每天是不是把别人的粮都吃了？他们要去溜溜了。我呢，在家的时候平时呢从来不遛马的，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所以他只能在房间里面来回跑，楼上楼下的跑，其实也苦了。但有的时候半夜其实不知道怎么遛。如果妈咪知道我今天在外面这样撸别的狗，不知道回去要会不会生气。所以等一下多跟你点相处。咦，糖豆，啊，亲亲我。你讨厌我吗？糖豆，哎，他走了，他可能对我有什么想法吗？可能不太好意思。你坐好，乖乖。咦，你想吃吗？坐好，给你。你握手。我有。摸我啊，这种动作。我要回家撸我的妈咪了。今天的感想就是撸狗特别爽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吃饭了，要去吃好吃的，大家拜拜。